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博篮球快讯。灰熊队中锋阿当斯近排接受了传媒的访问，讲到自己的 NBA 生涯。阿当斯他就表示了，我之前并没有类似的想法会进入 NBA 联盟，不过后来有学校为我提供奖学金，之后我就有这样的想法去为新西兰创造篮球的历史。在2013年 NBA 选秀里面，阿当斯在首轮的第12顺位被雷霆队所选中，他是 NBA 历史以来第一位来自新西兰的首轮选秀签来的。我是 Wally， 多谢大家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 post 啊。想紧贴住 NBA 资讯，快点 follow 我们 Facebook，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啦。